从一家走过四个世代的小米厂，响应政府农业政策，接受辅导，协助政府经收公粮，带干燥硬质玉米，并成立稻米产销专业区，才友善栽培生产高品质稻米，转型成为冠军米长胜军，如今已打出知名度，成为家户愈小的品牌，获得广大消费者的肯定与赞赏。台湾加入 WTO 后，对台湾在地米造成冲击，面临这项威胁，我们采用 PDCA 目标管理流程，主打高品质、友善栽培米，与一般传统稻米市场做出区隔，与农友共存共荣，形成生命共同体，不断教育农友生产高食味质稻米的重要性，与农友契作成立稻米产销专业区，一起合作打拼，极力推翻过去追求高产量的观念，努力走出自己的路。从生产端的秧苗开始管控品质，以不喷农药的压稻共生、人工除草、不使用化肥，采友善栽培农法种植，提供无农药残留、安全、健康又好吃的稻米，使消费者安心。转型采友善农法期间，担心农友为了增加产量使用化肥，定期到田间进行稽核管理，每个环节做好把关，要求确保品质。透过不断地改善生产技术与提升米质，2007年取得国内第一张 TAP 水稻类产销履历，2010年通过国际级 ISO 22000与 HACCP 食品安全验证，消费者都可上网查到从耕作到销售的履历，吃得安心，因此夺得全国稻米竞赛总冠军，多次荣获全国十大经典好米与金钻米奖，掀起芳荣冠军米抢购热潮，销量大增。为友善环境爱地球，大幅降低干燥成本，追求更高的米质，芳荣采用39粗糠型干燥机，以自己碾米的免费粗糠为燃料，取代会污染环境的柴油，每年干燥稻谷及玉米超过30000吨，可省下60万公升柴油。目前已连续购入6套39粗糠炉干燥机，利用粗糠炉产生的干净热风及恒温干燥技术，低温抢新鲜干燥，并严格管控水分，穗米率低，碾米率高，米的外观更漂亮。使用39粗糠型干燥机，让烘出的米质更好，散发天然的稻香味，省钱又环保，节能减碳，爱地球。芳荣把客户要吃的米当作自己要吃的米来用心照顾，让更多消费者都能吃到新鲜、健康、安全的米。一路走来，农友的辛苦我们比谁都清楚，芳荣坚持信念，顾好米的品质就是为了回馈农友，让农友能专注于耕作，无后顾之忧，不需担心销售。请大家多多购买芳荣好米，肯定农友辛苦的贡献，消费者持续不断的鼓励与赞赏，是芳荣成长的最大原动力。